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我是老金哥。我今天昨天在晚上的时候紧急开了一场直播，意外，什么都没准备的情况下就开了一场直播，然后还开了差不多3个小时。为什么突然开呢？是因为墨镜哥觉得有大事要发生了。正一直在说那个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和希望来台湾 ，Top Three， 美国的第三号人物来台湾，你在沾？我们想说应该是不太可能啦，但也是有可能啦。他们的行程就是访这个印太地区的之旅呢，有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还有南韩跟日本嘛，还有哪一些？我、哦、没有非常仔细的去关注。我想说，一则消息来台湾，那听听就好。昨天晚上 update 一下资讯，看了一下那个航机图，他那个飞机现在所在的位置的航机图。新闻原本是说他北转嘛，然后我就上网去查一下他现在位置。如果按照他在菲律宾北转的路线，直直过去的话，他应该会到韩国或日本。哎，他往左边靠，到台湾来靠腰，那不就很明显了吗？真的要来了。那在此之前呢，我们的外交部啊，或者是相关的政府单位呢，都没有更多的资讯可以跟你说，就搞得很神秘，甚至搞得说，也不知道会来一样啊，搞到这样子，就最后面什么都塞好了，什么都安排好了，外交部长嘛，还有谁各个台湾的重要人物呢，迎接。啊，在墨镜哥现在讲话的今天啊，准备好迎接，或者是接受访问，或者是做招待动作，特别是我们的总统蔡英文，靠，你早就知道了嘛。那台湾方面呢是非常的低调，那台湾这边呢是跟美国那边一起搞神秘啊，这公开行程原本都没有啊，原本都没有说要来台湾，就暂定什么马来西亚、新加坡或者南韩、日本什么等等的啊，结果就突然来了嘛，哈、哦，这个很明显的 say 好的嘛，哈、哦，然后呢，结果今天公开行程，哇靠，超多镜头，超多画面。访我们的立法院，在很多其他的公开行程，这完全都是在刺激啊，刺激我们的劳工，就已经跟你讲了，我们祖国是不能够接受你们这样子官方来往的，你还这样子一直好来好去，我受不了啦！啊，于是呢，昨天在深夜的时候呢，我们的劳工五大官方的这个媒体也好，或者是机构也好，国台办嘛，外交部嘛，中国驻美大使馆嘛，或者是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嘛，通通都处理起来。当然还有他们的央视啊，通通一起发表严正抗议。哎呀，早就料到一定会这样子，因为这一趟众议院的议长来台湾之旅呢，真的是再一次突破劳共的底线。他们画的红线呢，一直被突破。然后我昨天在直播的后半段有讲到，就是来这一次哈，中国是绝对不可能就这样子吞下去，然后什么都不做。我昨天就讲说，他应该会来一个什么军演啊、绕台啊，甚至飞弹试射啊，或者是对我们的经济技术什么制裁，什么东西、啊、禁止输入中国这样子。哎，果然我靠，哎还不止一个讲中，对，一起组合拳打出来啊，出国禁止输入嘛啊，又有什么问题了嘛啊？然后还什么天然砂也禁止了嘛啊，很多啦。然后针对我们台湾，好像有6个地方，我看一下新闻啊。对不起，我现在这个资�讯量太多太大，我网页开了30-40个，哇，我不知道该怎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好，然后中国的国防部说呢，他们会在8月10号到8月7号之间呢、啊，在台湾的6个周边海域实施军演或者是实弹射击，为什么在台湾的北部、西南、东南形成一个包围的态势，这真的是严重了啊！真的是有点严重了。这应该是第一次把台湾包围起来，进行这样子一个联合军演吧。不过呢，我觉得，他们的规模应该不会太严重，应该不会太大。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在我们的台湾周边地区，日本啊，反正在第一岛链附近。有战力很强的航舰打击群啊，这次美国第三号人物来到台湾哦，中间一定是军机护航的啦，一定是有啊 F-35 不知道是哪一个，他们没有公开出来，或者是详细的直接讲出来，那大家都是比较难去猜测。而且呢，台湾一定也有军机驻伴飞的啦。好，那些护送军机护送完他之后，他就得回美国吗？不可能嘛，有的可能驻扎在日本，或者是驻扎在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总之，美国是一定知道中共接下来会怎么反应嘛，会做哪些军演嘛，做哪些部署嘛，他们一定是做出相应的威吓嘛。就像这一次佩洛西来台湾之前，抗议在枪杀嘛，中国赵立坚怎么讲的，赵立坚在嘴脸说拭目以待，相信呢是这样子的。他说坚决反对佩洛西众议长赴台，表示将采取坚定应对和有力的反制措施，捍卫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至于是什么措施，
如果他胆敢去，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啊！好，眼睛是擦干净的，但是有发生什么事吗？他有被打下来吗？也没有。讲到打下来，有意思哦。其实佩洛西这次来台湾的之前，在今年的大概四月份的时候吧，看一下新闻。原本在四月份的时候呢，他就规划要来一趟访台之旅啊，当然还是他行程啊，访台是他的核心目标啊，应该是这样子没有错。办这次应该也是他的核心目标啊，核心刺激中国的目标。好，那四月的时候呢，他原本要来的，但是因为他不想确诊武汉肺炎，所以呢就取消行程。当时我们的老朋友老胡谁？胡锡进谁？中国环球时报的前总编啊，胡锡进，他是非常鹰派的人啊，常常就呛虾。如果谁谁谁啊，我们就把他击落啊！如果谁谁来台湾哦，我们就开战啊！等等的，很激进的相关言论，就是拼命画红线的那一个人啊，最会画红线的就是他，讲话最大声、最呛的、基本上应该就他了、他应该是第一号人物。好，那当时佩洛西说要来台湾的时候呢，这个消息曝光的时候呢，我们的老胡说什么？说啊，他建议那个他们的官方，建议中共可以对台湾实施禁飞啊，禁飞多严重，你知道吗？飞机飞出飞入都被限制，那代表台湾被封锁，甚至他还说到在派大陆战机飞越台湾宣示主权。你们知道代表什么吗？我们国家有我们的领空跟领土，如果他们真的飞过来，那么我们在基于一个自我防卫的条件下，我们是可以把它击落的。好，那这时候如果他真的飞过来，我们把它击落了，或者是实禁飞，而他们真的侵犯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把它击落的时候，那就有可能变成开战欸。我们不可能就是他说要飞越我们就让他飞越啊，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激进的做法呢是非常有战争风险的。那说到如果对台湾实施禁飞，或者他们的军机直飞我们台湾上空那么在台湾的问题上面呢，他们有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甚至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次佩洛西到台湾了，老胡你的脸啊，还有赵立坚，拭目以待。你的眼睛呢？擦得那么干净，擦到眼睛脱窗了，都瞎了，还看不到你们对佩洛西干了什么，对美国干了什么啊？当时对我们台湾干了很大一票就是在我们台湾周边实施军演，实施实弹射击，甚至是有一点那种封锁的意味。不过，你们的规模到底会做得多大，或者是敢不敢做那么硬那么大？我个人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不管再怎么样，我觉得他们不可能现在开干的啦，不可能的啦，绝对不可能。但如果真的开干怎么办？不可能啦，美国跟日本现在这个时候对中国正硬。对，这次佩洛西来台湾哇，全球在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台湾的问题而已，这关系到呢还有美国跟中国，世界上两大最大国家的问题。那大家都很怕真的是擦枪走火，或者是爆发出怎样子的冲突，所以这次到台湾呢真的是上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各大报的头条新闻，甚至逼得他们的国家的发言人也都得出来讲一点什么话。但是挺中共的像俄罗斯、北韩、越南这种偏共产的国家，或者是偏独裁国家，他们就跳出来赶快力挺说他们这是一个一中原则台湾是他们的一部分，这样等等的。有意思的来咯，相较于这些挺共的国家、偏独裁国家、偏民主的国家，南韩、日本或者是德国，他们的讲法就没有讲到一种原则，应该是没有吧？如果我看的资讯没有漏掉的话，反正就没有讲到说台湾是他们的一部分。这个呢，我有点没那么有信心。总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些偏民主的国家呢，讲法上就跟那些很独裁国家不太一样，就语义呢没有很挺中国，说台湾的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就没这样讲就他们的意思没有明确的讲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台湾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干涉这样等等的，哈哈哈哈，这个就意味非常浓厚非常深远浓厚什么东西呢？就是很明显这些民主国家就是跟美国站在一起的，那也就意味着如果未来这个冲突真的是危机越高，或者是两边对峙的态势越来越高、越来越激烈的时候呢，应该是会像这一次乌克兰和俄罗斯一样民主国家纷纷站在乌克兰这一派，那到时候呢就会站在台湾这一派。那如果再干起来的话呢，那会不会俄罗斯参中国那边也是有可能所以到时候应该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应该是有可能吧。而且如果真的中国打过来的话呢，对于他们的代价也真的太大了，风险也太大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不可能啦，不可能的啦，就现在制造一个他们有做什么，然后做一个回击啊，然后就安抚国内民众的一个动作而已啊，我觉得应该就这样做做样子，要不然他们国内，你知道吗？我特别去看了一下他们的微博啊，老胡啊，赵丽珍啊，被洗脸啊，这个喷得满脸啊，老胡，我们的老胡老朋友，甚至说，我们这次军机没能伴飞，这个佩洛西的专机，那个老百姓拿我出气啊，是很正常的啊，你也知道哈，谁叫你老是要把话讲得这么满？老是要把这个态势拉得这么严重这么高，老是要呛那些大话，什么佩洛西来台湾哦，我们就直接半飞他啊。他现在讲到他那个，他建议啊，中国呢可以直接派出军机半飞。是啊，你的半飞呢？昨天那个苏凯35在台湾中线台湾海峡中间飞老半天啊，你飞去哪啦？假笑谁啦？你真敢来啊？不可能的啦，这个美国在佩洛西来到台湾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沿线呢早就布满军力护航了，怎么可能让你真的去动到他的美国第三号人物？怎么可能？在来访前一天，拜登呢直接做了一个重大的斩首行动，是宾拉登之后的盖达组织的第二号领导人啊，被哇超夸张的，在阿富汗的一个民宅里面，那个第二号人物呢就从阳台出来透个气啊，应该说从屋内走到阳台。出来透个气，看风景，然后就砰，barbecue 啦。另外是那次斩首行动的无人机发射的那个飞弹呢，精准的就只干掉他一个人，没有平民受伤，他的妻儿子女、孙子什么的，通通都没受伤，就他一个人。甚至美国总统拜登还讲出了这个意有所指的一段话：不论要花多少时间，无论你藏在哪里，如果你威胁到我们的民众，美国会把你揪出来，然后。所以如果中国这次动到佩洛西把他打下来，哇，大事真的会发生啊，两国的冲突呢就不会只是在经济层面外交层面，就会在武力层面，就会在军事层面，所以呢中国怎么可能敢，不可能的啦。那这一次佩洛西到台湾啊做的行程之公开之嚣张，成绩之高呢，真的是让我开了眼界。然后我们蔡英文总统呢还给佩洛西颁了一个一等特种大寿青云勋章，就不要官方来往，我就不能接受你们硬要这样子搞。习近平后面玻璃心也碎啊，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其实在过去一二十年当中啊，美中台三方一直有一个默契，就是虽然中国很不能够允许美国跟台湾之间有来往，但是就是反正就是你不要那么摇摆啊，我嘴上念一念那就算了，你们私底下来啊，反正我睁一睁闭一睁我都知道，我都看到，我也都明白啊，我不能够阻止那就算了，反正至少你们是私底下来嘛，现在搞到公开还有记者会啊，全程呢都一堆镜头拍，然后蔡英文呢还跟他直接在那边啊颁奖啊，那边对话对谈访问什么的，哭啊！这你要跟我说他的私人行程是鬼才信？而且呢，在他访台之前啊，中共就一直想尽办法把他给压下来，不要让他去阻止，拼命想要阻止他。那没想到就完全不好。这次佩洛西撑过来台湾，暗示着是美国在中美角力上面的一次胜利。为什么呢？因为以往他们这样的施压可能会有效，就是中国对美国施压说你们不要跟台湾有官方来往等等的，其实过往都是有效的，尤其在奥巴马时期当时是特有效，但是随着中共这样的做法呢越来越过分啊，越来越嚣张啊，越来越像大哥命令小弟，那美国这时候忍不住啦，在众议院当中啊，美国的两个党派大概大家知道，就是美国跟台湾一样就是不同党派了啊，那主要的呢有两个，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那他们在众议院里面呢都各有席位，好吧？那这一次来到台湾，甚至连佩洛西的民主党的反对党共和党都有26个议员公开联合支持佩洛西来台湾。Oh my god！ 那也就代表他们是越来越不能够接受中国进行这样子的施压动作。如果施压成功，美国现在的共识都会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得到胜利，他们现在不接受了，所以就代表未来美国会越来越大胆，
越来越自由不管了，那也就代表台湾未来的处境呢有好有坏啦。好的就是国际上面的外交空间整个越来越开了，那坏处就是我们受到左边邻居的施压会越来越大，就像这一次来到台湾之后呢，哇，周边直接进行一个封锁的军演，就很明显就是一个封锁意味了。但不可能真的封锁起来，真的封锁起来那事情太大条了，不可能，中国自己也承受不起。然后他们自己的国内的很多小粉红也都纷纷出来讲，哦，封锁，军演实弹射击之后呢，弄完这些是不是又和以前一样？哎，是啊，是啊，只能和以前一样，不然你要怎么办？难不成你要派你们的解放军来台湾驻军吗？不可能吗？你要淡水登岸吗？不可能吗？像我昨天讲到，你冲淡水，或者是你那个空降兵来台湾伞兵跳下来，你会被我们台湾神经病歼灭呢？我们台湾很多神经病，对不对？来到我们街上，这个脑中有个声音，嚓嚓两刀一个人就没了。不然就是呢，突然那个隔壁买个可能卤味那个口味不对老板开枪，砰砰，然后我们感情不顺啪啪，又一个没了，对不对？我们台湾整天介入上海这些事情，三宝或者是路上的那个神主牌都阿骂走到我们街上，目前被 一堆神经病、一堆三宝撞死解放军就先被我们这些台湾的日常消耗掉一大半军力了，搞不好整个歼灭掉他们的伞兵特种伞兵特种部队伞兵被我们的那个叉叉没了，我们这些人通通放出来。还得了，真的是还得了，我们台湾民众平常就接受这样的训练，我们台湾民众是不好征服的，你知道吗？我们平常就接受这样子的意外训练、意外演练，我们每天都在操演，你知道，我们每天都在执行我们的个人的军事演习，你知道，走在街上都要小心，自我小心，看到解放军怕吗？天真，好吧，不要想什么军机飞我们台湾，妈哪一天我们神经病他妈弄了一个无人机把自己弄上空，然后拿刀捅把那个军机给捅下来。好了，这讲的太超过了，总之他们也只能演完然后就回家，不然能怎么办？能怎么办？不能怎么办？他们的华安也是好笑，现在就赌那裴洛西不可能来台湾，来台湾就嫁给蔡英文，好啦，原本不情愿的，但后来他至少还算有点展现诚意他呢就发了一段文，说出一句话泼出一水，他真的来，我就真的嫁给蔡英文了，还说他刚洗过澡，妆都化好了，就等你哦。然后还放上来一张卡尼诺黄轩文合成的一张结婚照，所以非常好。没想到我们蔡总统的身材也还是不错哈，只是那个脸，我还是不行啊，不行，后面还有牧师证婚笑死。好了，那么讲讲后续其他的影响吧。这一次裴洛西成功来到台湾，证明美国的多数的意见是不想再接受中国的打压，或者是中国的干预，或者接受中国的命令，那就代表未来美国一定会把事情越搞越大了。好，这一次裴洛西到台湾，有一个说法是裴洛西是为了要巩固他们自己的选情，现在美国民主党他们在其中选举的这个情况呢不是那么的乐观，他们可能会失去众议院的多数席位，甚至失去议长的席位，所以呢裴洛西这次来台湾有一个说法是为了他要巩固他自己的选情，就是因为现在反中呢是美国一个很主流的声音，然后呢对中国强硬就代表着可以得到一个选票，得到支持，所以呢他来台湾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政治目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假设这个说法是真的好了假设他是真的好了，那他的反对党的议长的参选人这一次也讲到，如果他不来，那如果他选上他就来，那也就代表之后会不会每一次其中选举，或是每次选举到的时候，他们都来台湾一招，来一个台湾之旅，然后得选票？假设这真的有效，来台湾就可以得到选票，那会不会以后就变成一个常态性的了？有可能呢。下一次国防部长来，美国的总统、副总统来，哇靠！那到时候根本就没有建交之名，但早就有个建交之其实现在就是了啦，其实现在就是了啦。那如果到时候真的越演越烈，层级越拉越高，现在是第三号人物来台湾，现在是第二号人物副总统来，总统来，阿娘喂，地动山摇哦，只是摇完就没了，会不会到时候也是这样？中国在打不赢美国情况下他能怎么办呢？他可能就像这一次一样演完就回家，然后下一次第二号人物来再演一出，然后回家，第二号总统来，
大演特演啊，回家应该也只能这样吧。最后面莫可奈何，然后就让美国、台湾一步步往他们的门前跨境啊，应该也只能这样吧。总之，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在台湾跟美国之间是迈出了一步非常重大的一步。虽然说之前也是有。中医院找到台湾，但是当时时空背景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而且两国的军力呢也是完全不一样。以前中国能怎么样，你敢怎么样？现在虽然说还是一样不敢怎么样，但是至少规模 GDP 跟军力呢是持续在接近当中，比以前拉近了许多。但虽然说还是差蛮多的，但是至少还是拉近了。他们现在综合国力来说，的确世界上第二大强国嘛，以前跑到什么地方去，别提啊。而且当时的中院长来到台湾的时候呢，其实是得到中共默许的。那这一次是在中共不允许、不接受、不能够同意的情况下，还来到台湾，真的是往他们的脸上重重推了一拳啊！好，各位千万不要忘记，正有一个吵得很凶的2022台湾政策法案。这个法案当中明确的讲到了，台湾是北约之外的重要盟友，并且呢将会在未来的4年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资助给我们台湾。另外呢，并且未来的驻美国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啊，就可能直接更名为台湾代表处。那美国在台协会呢 ，AIT 可能也直接取了一个代表的意思，代表含义，得到一个类似大使馆一样的头衔。然后呢，他们来到这边代表呢，还得由美国的参议院提名。搞的就是一个很大使、很正式、层级再次往上拉高的感觉。那如果有了这些的改变，靠呀，这中国能忍吗？中国能接受吗？中国现在一定想方设法挡下这个法案的成立啦。因为如果这个法案又真的成真的话，那台美又往建交更迈进一大步。这个建交的问题，看墨镜哥有没有办法再拍一集啊？这个就是墨镜哥之前在一系列讲到中国方面啊，像之前旁边要来台湾的时候，墨镜哥发表了几部啊跟这方面有关的影片，那讲到核弹嘛，那还有一个氢弹还没揭晓，之前直播有讲到了啦啊，但没有跟到就算了，没关系啊，反正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好了，总之这一次美国佩洛西来台湾啊，意味的太多，影响的也太多，然后。长远的东西改变的也太多，那我们台湾的危机呢？现在才刚开始。继续台湾，接下来可以平安通过。哦，对了，这边补充一下，这超好笑的。这次朋友去访台呢，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他在8月1号接受访问的时候呢，说到美国背信弃义，令人不齿，我笑死！背信弃义，你敢讲别人？你真有你讲出这句话哈？让我们把时间回到香港。动乱之后，他们中国又说了什么？在那个时候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是吧？对，陆康他说到了，现在香港已经回归祖国怀抱20年，中英两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的现实意义。哈？哈？我们的中英两声明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啊啊啊！那你们最爱讲的中美建交三公报也是一个历史文件呢，对不对？过去几年了啊，有没有40年了？应该有吧，我看一下。你们那个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和八一清公报，就是你们所讲的三公报嘛？建交三公报。好啦，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时间点的哦。那个中英联合声明是20年左右的事情嘛，是不是？那个你们讲的三公报是在1972年2月28号啊，那个美国总统尼克森跟中国的总理周恩来签署的，生效时间是1979年1月1号。好，我们就算1979年。老兄，你知道下几年吗？2022减1979等于多少？等于43年，老兄大哥。20年前的文件，你可以说那是历史文件，不具有现实意义。过去43年的东西，应该更不具有现实意义了吧？那你为什么老爱讲啊？你这个人真的是，你们真的是呢，哦，受不了，还跟人家讲背信弃义，笑死！阿才在外面笑，可能会笑哈哈的，笑死人！跟人家讲信用，跟人家讲诚信，恶心啊！恶心！呸！哎，我天！